你们是在干嘛呀？包粽子呀。明哥，你怎么来了呀？我昨天晚上梦见你想我了，我就来了呀。我还以为你不来了呢，这几天去哪里了呀？我家里有点事儿，所以就没有来。你还好吧？谢谢，好吃，好吃，谢谢。
阿妹，明哥，你今天怎么来那么早呀？我想你了呀，一天不见你，我浑身难受。你这是在干嘛呀？我要去相亲了。相亲？对呀。不是，为什么要去相亲啊？是你家里人逼你去的，还是你自己想去的呀？嗯，我自己要去的呀。你自己要去的？对呀。为什么？不要。什么不要？你们这边的人相亲没几天就结婚了，万一你遇到一个家暴男或者是对你不好的人怎么办呀？我不能让你去相亲，阿妹。你为什么那么着急呀？我也不知道，反正你不能去相亲。阿妹，你说是不是他们逼你去的？是不是你婶婶？你婶婶是不是趁我没在又来找你麻烦了？是不是又让你去相亲？没有。不行，我要去找啊。明哥，是，不是我婶婶？我逗你玩的，我怎么可能不是？如果是他真的逼你的话，我去找他说清楚。没有，我逗你玩的，我骗你的，明哥。不是阿妹，你怎么那么坏呀？你为什么要开这种玩笑呀？你吓死我了！你这个小笨蛋，谈一下。几天不见，你真的是变坏了你。跟明哥学的。我什么时候教过你这种呀？我只不过就是这两天一直在下雨嘛，然后把衣服拿出来看一下，你看这里这些地方都发霉了。哦。在那比较潮。阿妹，你答应我以后不要再跟我开这种玩笑好不好？我小心脏受不了。好不好明哥，你干嘛？为什么那么着急啊？我也不知道，反正我不想让你去相亲。如果说有一天你能找到一个对你好、对你负责任又是你自己喜欢的人，那我会很祝福你。但是如果说你要嫁给一个你自己都不认识、自己都不熟悉的人，那我不要，我不想让你去拿你的一生的幸福去赌，这样的幸福比什么都强。去给你煮碗面吧，我准备煮面吃。好，可以，又可以吃到你煮的面了。那我等着你啊。没事，我坐这儿，远远的就闻到了香味。那你就多吃一点啊，加了一点肉鸡蛋。好，可以。那你的呢？我在里面了。好。哎，这个可以，给我加了个鸡蛋。阿妹，你为什么吃的跟我不一样呀？来，你要吃肉呀？嗯，不要，明哥，没事，你怎么不吃肉呀？不喜欢吃肉，不要，明哥。你看你那么瘦。